北宋崔白《双喜图》，描绘的是树梢间山喜鹊与地上野兔的互动情景。山喜鹊属鸦科鸟类，性情机灵，喜欢群聚，有护卫领域的习性。树枝上一只山喜鹊俯身鸣叫，另一只腾空飞来助阵，向路过的野兔示威，野兔则抬起前脚回首张望。画面中的布局相当巧妙，视点如从右上方的两只山喜鹊往下看，沿着树干、枝叶、土坡、野兔，会发现物像彼此相互呼应，且形成一个曲线形的构图，使画面空间产生对称性，也增添了律动感。